走啊！你走出去就再也不要给我回来。走，走就走，我在这个家我早待不住了。各位会看这种情节每天都在上演的。根据统计，去年台湾有30,000多对的夫妻离异，平均每天有100多对的情人变仇人。诗人毛姆说，婚姻对男人而言是赌他的自由，对女人而言是赌他的幸福。已经结婚的人恩爱夫妻相敬如宾，你侬我侬这啥情薄，夫妻无唱无诉，冷漠夫妻相敬如宾。今夜不会再有蓝色的旧梦，夫妻同床异梦，破碎婚姻相敬如宾。昨日说永不分，今日却来道别离。也难怪有人说，恋爱靠机会，结婚靠智慧。前些日子，一位结婚不久的学生向我哭诉着即将破碎的婚姻。他说，婚前我讲太太听，婚后他讲我听，现在我们两个讲邻居听。婚前我请吃饭，他说后悔心里隔热，婚后他会拿这1000块说，你不念在每天为这4个小孩子工作的辛苦，要想想这可是1星期的菜钱啊。婚前遇小偷行抢仗义，他说我是个有正义感的男人，婚后他马上制止，成什么英雄干你屁事，想上报纸头条，搞不好被捅一刀，谁照顾你。婚前约会迟到，他说我是个上进的青年，婚后他说忙到回家见床就倒，看看隔壁小庄升官都1年多了，也不学学人家走走后。就这样，婚前男人的优点变缺点。也难怪有人说，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替他的太太开车门，那你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他们不是新婚，就是那部车是新的。如此说来，婚前的女人似乎可爱多了，其实不然。有点婚前女人没有了，就是母爱。母爱让婚后女人更不死也更勇敢，因为她成为家庭的守护神。其实每个女人都有2个版本，精装版与平装版。前者是在职场给人看的，能歌善舞，雍容华贵；后者是在家里给心爱的人看的，平淡朴实，相夫教子。只不过已婚的男人往往只看到自家女人的平装版和别的女人的精装版。其实结婚就跟朋友到餐厅点菜一样，你点你的，然后你看到你朋友的，你希望跟他点的是一样，因为他看起来永远是比较好。夫妻相处越久，关系也就越贴切。婚前他会问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周末煮鸡汤给你补身子，婚后他会念着这个月薪水领了没，下个月要好好讲补习费啊。也难怪已婚的男人常互相调侃地说，我从来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是什么，直到结婚，可是一切都太晚。其实夫妻本来可以相处很好的，想想婚前的甜甜蜜蜜，有时将冷漠的字眼用一句温馨的字句替代，往往可以替你省下许多麻烦。以下2个个案跟大家分享。甲案，先生下班回家，走到冰箱，打开，左手啤酒，右手花生米，就倒在客厅里面，看起日本摔跤。太太正在拖地，大力的推开先生的双脚，说：“你呀，婚前69公斤，英俊潇洒，温柔体贴；婚后96公斤，
猪头回脑，游泳圈外加啤酒肚。嫁给你这命苦，先生无奈地走开。各位，这对夫妻有十多年没有对话，一样，先生下班回家，走到厨房，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婆正在煮猪肝汤，手艺不好，煮出了猪肝又老又硬。先生想着，然后一脸无辜地说：“老婆啊，最近市场上的猪好像都得了肝硬化似的，吃起来老硬硬的。”夫妻两人相视一笑。各位，这对夫妻十年来，太太煮饭，先生洗碗，当然那些肝硬化的猪肝汤再也没有出现了。也难怪诗人米安德要说，能够打动一个人内心的是一颗体贴善意的心。其实爱是可以学习的，学习爱在心口里常态，学习爱我爱的人所爱，学习慢慢生气，快快忘记。爱与被爱，谁比较幸福？如果你不懂得珍惜，那你永远得不到他。聪明的学生阿德听完我这一席话，决定加入国际演讲社，现在已经在学习呼吸沟通的技巧，并造一道美好的婚姻。聪明的你，相信你的爱会因为你的另一半而更加精彩。预祝各位会友现在或未来都能够营造一段美好的婚姻，甜蜜爱情将永远不死。主持人。